anu sasual saya cenak ya tidak bilang tidak bilang antunya miaring kuningnya ada tayan nasi ay ku papa papa tur tu soal ini ah ini jauh ah, 最好是20分钟啊，哈，我那中间有你量大概40分钟。啊，如他不会不，啊，如他不会啥的打架，打架啊，不该过好，他们个，然后我们个哎呀哎呀，我说完了过呢，好，我马上对，我上说了马蒂尼，马蒂尼那个。Aluman-aluman itu kita amis ini tahu ye ni. Meroroi ku haradan. No. Mo mafan-fan ai ala ta ucitan ci pendekai hak ini, ci tanggal hak ini au pinang. Irai ku haradan sama anen ni tan ni sama ku pakanya i no tahu ye si. Kamangai. Tapi tengen itu tu soal no patu asai sana ku haradan ku ra. Nana ini tahu tapa-tapa lo, kamu ni harus meminta tahu yang sih, kamu pada rezeki kita, sana aku, aku mimin gak harap tentera, seali kurana, tahu gini, aku pindang, dunia ni anak aku, ansal ni usah soal ni, kapah tu, ansal ni, pakar rumah, sana ke soal kita, kapah anak ni, ini ni harus, mata nama itu kumabo. Tak ayai, way aku betul, lo kapah nanai. Tapi lenda non sambil aku sama nai aku soal lo, katimun timur, palangau, ansau, mana? Pesku, pesku sama nai aku lo luitirannya lo, sama nai aku kalah kapah lo kat mangai, mana aku pakai panang lo litelitang, itu dia. Tapi lenda kita aku lo kanun dia lo. Lukati muti merana, sama anda ikut anara, sama anda ikut amis, lu ke amis, sama anda ikut lukati mer. Anu sami uta tenilin tay, unu balanga yo. Papa anda jam isyam, jasok. Hai. Hai, 各位先进、红木、前辈，大家好。 我本来想用母语来讲，但是我看到有，我看到一位是泰雅族，所以呢，我是好用国语啊，我这不然的话，他是雅族听雷啊，他听也没有，他来的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还是用国语啊。各位这个阿美族的朋友啊，多多包非常抱歉哈，多多谅解一下子。好，这次我以马兰的这个年龄阶层为我今天向各位。 的这一个题目，当然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落，啊，这个对这个年龄阶层，年龄阶层哈、啊，有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顺序和排列。但是我今天呢，我是认为我是马兰的人，所以呢，我只好用马兰的阶层来跟各位啊说明我们马兰究竟是在这个经这个年龄阶层的。 分类是如何？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在座的各位也有几位是马兰的啊，他们对这个比我跟他还熟知能详。好、啊，这次呢，能够跟各位哈、啊、这个在一起来分享啊这个马兰阶层的这个年龄阶层呢，我非常高兴。马兰阶层的这个里面，除了阶层的话，还有这个伦理。 还有这个伦理啊，就所以所讲这个伦理就是道德，啊，按照说泰雅族是嘎嘎这样子一样，是不是伦理道德啊？正如这个伦理阶层呢，好、啊，在这个年龄的阶层里面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伦理的话呢，这个阶层就是都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年这个马兰啊年龄阶层里面所重的一个项目。 这着重于他们的教育，对这个巴卡鲁麦就是青少年。如果是说这个青少年没好好的教导的话，他们身为这个青年的话，嘎巴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脱节，没会脱节这个社会的这个伦理的这个道德的话，那就这个阶层就毫无意义的这个存在。所以呢，在马兰的这个年龄阶层的话呢，青年阶层有分低阶、中阶和高阶，而且每一个阶层都有分三级，啊，这分三级啊，这分三级，总共加起来每一级是两年，啊，一个阶就有六年，啊，三个阶层总共要18年。他们在这青年的阶层里面必须要服务18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的壮年阶层，就是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娃娃的嘎巴啊，妈妈的嘎巴，讲进入到我们就讲的伊拉鲁奈啊，在这个拉隆，在这个达鲁案里面乘凉，这只有他是做指挥工作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马兰的这个年龄阶层里面，我今天要先我要讲的是光是这个青年阶层。那第一个是这个低阶方面，所谓低阶方面呢，就是那边谁所解释是带羽毛者。如果是阿美族的话是修鼻汉这样子啊，刚从青少年升上来的时候成为低阶的一级的时候呢，他们叫做九弊汉，在这低阶里面全部一二三都也全部也叫做九弊汉。但是呢，这个九弊汉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他懂得如何这个在每一个阶层取一个名称。这意思说这个九弊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青少年是刚从蛋壳里面孵出来的，还有黄毛小鸡，啊，然后他们还没有长羽毛，至少还不能够称为这个成熟的这个一个年轻人，所以说已经青少年就去发动害后，啊，去发动害不不搞不把搞弄爱好去发动害，哎，去打起来的你一去打我，啊，去发动害了不啦这。那这个对啊，升上来的时候呢，比那边占领的那个一个报告官，他们要在青少年时期要有6年的磨练，从13岁到19岁，他们才可以深入到这个青年的地阶。真的，这个6年是他们还是没属于长毛的时期啊，长毛过了以后，丰盛以后，他们才可以。身为修辫，他有带羽毛，表示说他们可以弹指高飞，像老鹰一样可以飞翔的，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健全的身体，啊，但是呢，他们身为这个低阶的时候呢，他们还要接受什么伊拉鲁奈的指导，伊拉鲁奈有什么人呢？瓦马努卡拜。啊，里面是妈妈和爸爸，是特别是那个妈妈和爸爸是什么青年教父啊，青年教父，我也翻译的青年教父啊，青年的父亲，青年教父，他有一个青年教父来教导这个低阶的这个九弊汉，但是这个九弊汉一上来的时候，还不是正式的什么青那个爸，还不是正式的青年哦，当然还是在这个。初阶一级的时候呢，啊，低阶一级还是要磨练什么呢？学习什么呢？他们必须要学习作为青年的所需要的任务，所需要的责任是什么？所需要的这个知识是什么？他必须要听从这个伊拉鲁奈，好，这个瓦曼嘎巴的教导，这青年教父的教导，他们才能够是什么？才能够进入到低阶二级。那我说他们在每一级里面都要2年的时间，2年的磨练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升上来。在我们马兰来讲，就古代来讲的话，传统说我们是三年才可以升级啊，在这个青少年里面，6年的时间磨练以后呢，好，每3年就要
三等进入到 B 阶，但是呢，但是进入到这个 D 阶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在 D 阶一级要磨练两年，他们才可以两年的时间，这个结束了以后，才能进入到 D 阶二级啊 ，D 阶三级，这是无比害的。正式地阶二级、地阶三级的正式的青年，正式的卡帕，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好，但在这个他们在地阶里面有六年的时间，做什么呢？他们必须要从事这个地阶的工作，劳动服务、义务劳动，啊，等一下我会把这个会说出来。好，那么。这个三六年的时间过了以后，他们从19岁到25岁满了，那么进入到25岁，他进入到中阶啊，中阶一阶的时候是什么呢？他们叫做是服务站，你们这是服务带，你们发单号啊，不是服务那么短，我们这服务是很长的啊，不料是服务带，好吧？是服务站不亮啊，是服务站啊，进入到是服务站以后，那是分为什么？也，但是意思是带刀者，啊，去服农赛是带刀，这个带刀者做什么呢？他是在这个，这个带刀者的目，这个意思是说他们有资格使用武器，他是有能力使用武器的意思啊，这个带刀者，所以说他们在生理和思想方面呢，哦，体格。都比这个什么地阶的还非常健全，这个身体也好，啊，他都比这个地阶还非常健全。好，他们的工作呢是部落的防护的工作和防卫的工作，还有呢，还有部落的就守望的工作，啊，守望工作，他们守望什么呢？外族侵入。啊，因为没马兰，那个社区里面我们有除了嘛阿美族以外，还有三个族，一个是白湾族，啊，还有一个是卢凯族，还有一个是彪马，看到这个布隆族是很远啊，我们马兰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和骚扰，所以呢，他们除了防护的工作以外，还有戒备。保卫村庄，而且还有，如果人家受到攻击，他要抵抗，还要去抵抗了以后，还要攻击到人家的这个领地里面，要占领人家的领地。但是我们阿美族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从来我们没有说去占领过人家的领地，占领人家的村庄，只有是在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马兰才会出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会去攻击我们马兰以前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台东那个第一厂和台东中学，原来的马兰的位置在那边，啊，但是因为这个说这个边妈祖这边有没有边妈祖的朋友？没有哈，然后可能要谈到族群的问题啊，所以说他们因为我们。他们也是有很久以前就盘踞在台东之内的这个白妈祖，但是我们阿美族是后来到台东平原，然后呢，因为他们当然我们是外族，他攻击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反而抵抗他们，把他们一直赶到现在的南澳，就是马兰那个地方，在原来就是彪马的位置，就是彪马很恨我们马兰，说我们抢他们土地。就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呢，以前马兰就叫卑南，所以说这个中间的，就是说他们是带刀的，这是防护的工作，他们的责任除了防护以外，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出动，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的年轻人在守望每一个角落，也有一些整个。部落的设施，防卫的设施有问题的话，他们还是去那边去修理。好，那么他们从25岁到30岁结束了以后呢，升为高阶的这个青年，这个是高阶青年，然后我们青年是
他们从光阶青年呢是从几岁？从30岁到35岁。好，在一阶二阶的里面呢，叫做是还是要是西服奴赛，啊，还是在西服奴赛号。然后呢，在三阶的时候才叫做免刑令案，啊，免刑令案。那么什么叫免刑令案呢？他在观望等待着，为什么？这个免刑令案最高阶呢？他已经从19岁开始，一直等到快35岁了。已经不耐烦了，每天都在做那些用劳动，受人家指挥，他已经不耐烦，他很想要的出人头地，能够脱离这个青年阶层，拿到壮年里面，能够带领这个青年人。好，这就是这个高阶三级的号，这个观望，这个等待着的这个民营令案，每天在都在看啊，是不是日子到了放我了。一直等那免刑令案，他一直看，哎，偷看啊。接着这个免刑令案是做什么呢？他在学习伊拉鲁艾的工作，就是瓦曼嘎巴啊，就是啊青年教务的工作是怎么样？他是学习的。那么伊拉鲁艾有分了很多种，是他们叫米龙路嘛，就是负责这个是老这个酋长和这个长老和洗脑的那一些酒啦、食物啦。他们在负责准备这些东西啊，他们就是说观望等待着，就是在这个2年的时间，他们必须要学习这个伊拉翁艾，这个伊拉翁艾的这个工作，就青年教务的工作和这个米龙翁艾的工作。他在里面以后，他们升等的话，他就驾轻就熟，就不会是说好碍手碍脚啊。他们是这就是说观望等待着，他们也说的我才得脱离这个青年阶层。这样的话，我就被他们，这是18年的日，哎，这个18年的日子待在这个青年里面，决定是很现在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被什么？被指使，被这个被指导，而且做服务的工作，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高阶的和中阶、低阶的这个一个工，但是我们马兰是什么？低阶的下级决定100%要服从这个高阶的工作，高阶的命令。我们的命令是从上而下，那么执行工作是从下而上。上面的命令下来的话，你低阶的决定100%执行，你不能反抗低阶，不能被反抗怎么办？好，我们有处罚的条例。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青年阶层是一个是被指使的啊，被指使的，你多弱汉，你不住烂啊，就被指使啊服务的这个那个工作。所以呢，在这个青年阶层里面，他们的组织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组织是从九八年开始里面。一成立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那个什么，要推举一个人选做这什么他们的领导。这个领导我们就马上叫做那当阿兰啊，枕头的意思，婆啊，那当阿兰啊，这推荐一个那当阿兰，好，他们在领导他们这个班级，好，这个班级，然后呢，这个班级里面他推荐一个叫做达鲁博士。我们达鲁博士长老，我们马兰不是达鲁博士，不是长老，就是说传令者啊，传令，然后我传令他，你们不让达鲁博士就是传令。他们是什么？他们负责好这个有什么事情的，这个达鲁博士在负责这个通知每一个的他这个主演啊，这个达鲁博士的目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他当然了，这个领导和这个团队，这个德洛士，他们是终身制啊。这个啊，我听说这个林雅那边要成立一个什么那个一个，他们班长说他家里人给不准他当班长，苦求的拜托了，别当了，因为林雅他们是什么要。红眼镜的前一个月必须要回来到村庄里面要工作，
要服务筹备这个丰年祭工作，所以说他们必须在外面的工作必须放掉回来家乡，所以说他们领养那边的一碰到这个卡布要推举他们班长的时候，他们家人都会反对啊，但是没办法，民主表决嘛，所以推人这个比人数的，是不是很多人推举你的话，你也不能说我要进去，这不能啊，是这个这样。好，另外呢，他们的任务呢，任务是求变案，派这个徐峰路上啊、哦，他们是属于服义务的接义务劳动服务的，他们是义务服役的阶级啊，这无条件，你现在充当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什么就必爱汉去分散来的那个这个工作啊，比如呢啊，这个其中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三个阶层里面是什么？是刚刚这个成年女的啊，成年女的这个心里是最可怜的了啊，那个决定是最低的像一些，她必须要完完全全的，这毫无意义的，因为她属于还是学习状态啊，她属于啊这个阶段，所以呢，这个低阶、中阶和这个徐峰路赛，高阶的徐峰路赛呢，总共他们是16年的当中呢，做他们做叫什么？他们要做公共事务，村庄的整个公共事务、公共这个工作啊。然后比如说，他们要建筑啊、盖建啊、这个盖房子啦，啊、筑路，哎呀，开路啊，再来是好。啊如果现在是罗马时期，罗马时期怎么办？人数不够，好，那个啊，瓦曼卡巴啊，就是这个青年教父会在那个啊，斯菲那边好公那个集会所里面会召集这几个啊，这三个阶层的这个年轻人，分别他们工作。好，你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啊，你去那边工作啊。啊，他们会按照他们的能力来分配他们这个他们工作，所以呢，这个青年阶层呢，他们除了这个罗纺织工作以外，还有造这个路面啊，还桥段啊，他们就修理外，他们还要在这个什么，这个丰年祭的时候，各项祭典，他们准备祭物。他们在寻找这个，就我们今天要这个献祭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必须要准备这些东西，鱼啦，他们必须到海边去抓鱼啊，啊，那个叫什么？这个竹这个藤仙啦，他们也跑去山上去准备这一类东西呀、啊，啊，这个都是青年人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个还。这个他们除了以外做这个还要准备好，今天啊这个机会里面，我们这个需不需要用道具？这个道具啊，然后这个献祭的时候使用的道具，除了机会了，当然准备道具。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今年阶段啊他们的任务。然后呢，并不是只有说哈、啊、组织编判这个任务而已，他们还有说什么如果违反了规条。不遵守这个伦理规范啊，这个年龄的规范啊，这个主性的话呢，有处罚。哦，我们马上处罚很严格哦。好，第一个处罚方式就是罚金。啊，这个罚金是不是说我要打多少多少，而是这个在集会上酋长和长老们所决定的事情，这才要多少就给多少的。这个还有时间。第二个，时间到了吗？还没。还怎么说？还很久。啊，还很久，还多少？十分钟，还十分钟啊！好，好，除了罚金以外，还有什么？还有体罚，轻者体罚。体罚是什么？我们很可怜，我们要体罚，就拿那个藤条啊，裤子脱下来，屁股往上就打，
催生臭的，并不是打一下就好了。但是要规定，你要跟你很像，像你回教会里面打30鞭啊，是不是？回教会要打到我们马兰都要打屁股啊，很可怜啊，屁股打到这个屁股都裂，这个肉都裂开了，很可怜啊。哎，很像回教会一样，马兰的这个要处罚这一个罚金啊，要打屁股，好，就是这样啊，这肉这体罚，这肉体的体罚，好，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好，再来是什么？就是要罚什么？你要罚你的牛、羊、猪，严重的话你要罚一头牛；轻微的话是一头羊；普通的话是猪，啊，是这样，要罚哦。那么就在这怎么样的状况之下会遭受到这种的处罚呢？第一个，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就背着这个柴火的话，哎，你装着看不到，啊，不理他。刚好有一个人看到，回去说哦某某人哦黄亮年哦这个看到老人家都不这个好不帮忙，他也说好，你听到好，有人报过了，好黄亮年睡觉了，要怎么办处罚？不知道被我们罚金呢、啊、是不是？而且轻微而已啊，这打一打也好嘛，是不是？人家说不打不成器嘛，是不是？打一打会成器，是不是？啊，好啰嗦，太啰嗦了哈。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好，再过来呢，年轻人不能调戏妇女，不能调戏妇女哦。我们马来调戏妇女很危险的。啊，还有奸淫，你犯了奸淫的话怎么办？并不是一头牛都待嫁。哎呀，这真正的整个那个村庄里面，村庄在封神呐、啊，你连你家里的人都没有面子啊，真正封神呐、啊，大家围着村庄的来，好，当事者看你的家族的来，大家来开始封神呐、啊，那怎么办？是这个很丢脸的事情呐、啊。啊，这个犯奸淫调戏妇女的话，对，很麻烦。所以说呢，这个，那么，这个公审是按照这个部落的这个规范，按照部落的规范来公审，按照部落的条文啊的主席啊这个来公审。那么里面参加公审的有什么呢？是在这个集会所里面，这是 VI。啊的人来负责，哎，你多加来啊的人来负责，你是非要去洗脑啊，把他洗脑外的国家过一次非爱，那个75岁以上洗脑啊，那个是非爱好，现在的，然后那里面有什么酋长，还有那个这个比较壮年级啊，比较长，别的那个到他们班长，还有一些长老，他们。负责来这个审判的这个人员来这个判定啊，你这个人该罚什么该什么。我们马呢没有一审，没有二审三审呐、啊，一审定谳呐、啊，很可怜呐、啊，你没办法申诉啊，这都不能做坏事啊，啊没有申诉的管道，讲一讲讲讲就好，比较实行。那家里的人是乖乖的啊，罚什么？你哪种乖乖？没第二句，就是我们马兰的哈、啊，这个年龄阶层里面哦的任务，还有他们的这个行为规范啊，就是马兰阶层。那么最后呢，好，我用、啊、最后呢，我就简单的来诉说。好，这个是。我们马兰的这个年龄阶层是依据什么年龄的大小来组成、哦、这个男性的组织、哦、这个年龄阶层没有女孩子啊，全部都是男人，有人说的啊，这不是什么没有女性啊，年龄阶层，所以说他说由开始从嘎巴、哎、从巴嘎龙啊，从身上来啊，就是这个鸡蛋孵化的啊，这个小鸡还是长毛的啊，6年的时间的成长，他们就羽毛丰富啊。